请会长起立。摇花我的球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在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这是咱来共读上帝十条诫。第一诫，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上帝。第二诫。
是来交托客运，人人欢乐，我来客，名字来去。欢乐就是用恭敬、感谢的心。多谢热心献出救世福音。历代圣徒拍拼传这福音。愿主快来，传道步调唔通慢。今日救灵魂的责任已经交代咱。传道有啥弊端？救助先前安稳免操烦。来呀，传福音救台湾。这声，阮求上帝怜悯救援台湾。这是献诗，咱请上帝